海警察紧领神助，等事来急，无邪张起灵王胖子铁三条再度集结，带你开启新的探险之旅。观众追剧老不懂，多半是非原著的。怒海警察紧领神助，讲述的是无邪三叔吴三喜失踪，无邪为寻找三叔，与张起灵、胖子、阿林一同探寻深满海底掩藏无数秘密的明代沉船藏海底墓。看到这一幕，不少观众议论纷纷，这海底墓究竟是什么？实际上，这座庞大的海底墓的建造并不是真的由古代工匠潜入海底进行的。按照三叔的解释，这座海底墓其实是从海面上沉下去的，也就是说，这座墓先修建在一艘大船上，到达预想位置后凿开船底，将船和墓一起沉入海底。这样的造法消耗巨大，墓的主人非富即贵。海底墓雄伟壮观，呈土字形，有两个耳室、两个配室、一个甬道和一个后殿组成。整个墓室的坡度可以根据潮水的涨退变化。无邪等人刚进入墓室，就看见四处散乱的各种瓷器，并在探索墓穴中，张景发现墓穴有奇珍异兽的坑。无邪戏称，墓主人拿镜婆等物当宠物养。镜婆有一头层层疯长的黑发，几次骷髅的脸，面目狰狞，十分骇人。无邪三人在遇到镜婆时，利用其怕火的弱点，才没有死在海底墓。随着不断的研究海底墓，无邪和一个死刚分析出海底墓的设计人应该是汪藏海，是明朝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，并且在这个墓室中发现一幅叙事图画，大概讲述了云顶天宫的建造过程。最终，无邪等人经过一番努力，利用干尸体内的炸药成功逃离海底墓，却留下了无数谜团。可以说，海底墓是整个故事谜团的影子，整个谜团错综复杂，空设迷离。凭借张起灵十几年前的回忆作为另一条并行的主线，引出当地的考古队去西沙做沉船考古，求得考的参与，寻求真相的吴邪以及汪藏海线索，有着很重要的攻略作用。想了解更多探秘故事，请加秦岭神助。